相关的步骤做出来，你会发现哦，录下来不外乎就是这个啊。其实它比较重要，我刚刚讲过，你们可以稍微去分析一下哦。那这边的话，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，前面一定是个 with 啦啊。那你会发现呢，那个在那个句子里面很喜欢用 with， 那会有个 end with。那这个 with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它的开头一律都是这个东西，就是 active sheet， 指的就是目前你游标放的那个工作表。它里面呢，底下会有个子物件叫 query tables， 好，那意思就是说呢 ，query table 顾名思义嘛，我要查询网，查询什么样的表格啦，哈、哦，然后点 add 就是增加，增加什么呢？一个 connection， 这个 connection 的参数啊、哦，但它需要几个参数，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网址，啊、哦，第二的话就是你要放在，就是查到之后要放在你现在这个 active 的 sheets 的哪一个 range。那我们是放在 A1 的、哦、那后面的话你会发现、哦、它的底下的点、哦、开头其实全部都是这东西，也就是说、哦、因为你每一个前面都长得一样，那有没有办法把它拉出来以后都加个点，也就这个点的意思是说、哦、我参考到就这个了。其实顾名思义、哦、底下不外乎就 name 了。其实这些参数到底做什么用、哦、各位当然你也可以按那个 F1、啊、按 F1 参考一下，这边会问你说你要查什么，一般是查那个 query table， query table 里面的话呢，就会有相关的说明，包含这些相关的参数是做什么用途的。不过我想因为这个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去了解，它等于是里面官方有一些官方的说法，那比较重要的大概就是几个啦，包含就是说可能会需要变动的大概就是有几个，我试过的大概就是包含就是说呢，你的这个 web table 我刚刚有提过， web table 的名称它这边的话是给一个叫 grid view 1，那这个 grid view 1的话对应就是那个网页上面的那个名称，哇，这里面当然有相关 说明、哦、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grid table 里面需要用到哪些参数、哦、那这个部分的话它里面有一些细节，或者是说每一个属性上面你也可以把游标放上去，然后按 F1 去了解一下、哦，那当然它这边有个 true 或 false， 要不要去开启某一个相关的功能、哦、那比较重要是 web table， 不过 web table 后面的话呢，除了可以用名称之外，你也可以给数字，这个数字指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表格也可以了、哦、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太确定说网页上的哪一个表格是我需要的，有时候、哦、也可以稍微改一下它的那个 table， 那你也可以甚至把整个网页里面的所有的表格通通下载下来的话，你也可以把这个数字稍微变动一下、哦、然后最后的话呢，就把资料把它最后有个 background query， 就是说它会在背后帮你去下载这个资料，那下载到哪里呢？自动帮你下载到这个 A1 里面、哦、那里面的话还有哪一些可能比较注意，就是说第二个是删除 B 栏到 D 栏、哦、这个东西，那也许我这边把它设一个中断点好了，那比如说我这边一样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好，然后假设我要执行的是刚刚的这一个 VBA 程式，那假如我这边设一个中断点，好，执行一下，它就会自动帮我下载下来了。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，因为我刚刚这个地方呢，我有做了一个 B 栏到 C 栏删除，那录下来的话你会发现有这两行，删除 B 栏到 C 栏，不过我建议各位以后我的习惯这样，B 栏到 C 栏的删除、哦、它一样会用一个 columns 的物件，那一样是 B 到 C 啦，不过你会发现它是先 select， 会产生一个 selection 再做删除，不过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啦，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 select 跟 selection、哦、把它 delete 掉，因为你实际上就是那个栏啦，你不用去选也可以去删除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select 跟 selection 删掉，然后点 delete 实际上就 OK 了。那这个的话序值要不要到 最下面、哦、其实不用了，你就把它删除掉就好了。那也就是说执行这一行就等于刚刚那两行，应该可以理解啦、哦、B 栏到 C 栏，所以把它执行一下， B 栏到 C 栏删除，哎，删掉了，有没有？好像这样会比较简洁一点。那也就是说将来、哦、你们在录制聚集完毕之后啦，其实、哦、你可以怎么样自己再去做一些，第一个加注解，第二个可以看一下程式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做修改，那只要修改一个动作其实就会多一个变化出来、哦、比如说像上面、啊、这个 true false 你们也可以改改看、啊、有些地方呢
比如说它那个栏宽要不要自动帮你加宽，或者是说等等的，这边有个触 force， 你也可以改改看，就会有另外的效果出来哈。啊，另外再来就是说自动调整栏宽，那因为这个好像已经自动调整啊，当然自动调整栏宽顾名一样的道理啦。比如说呢，我 A 到 H 要自动调整的话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A 到 H 点什么呢 ？Auto fit 一栏一行就可以了，所以有时候录下来的东西，它会录到很多其实不需要的。OK， 好，再来的话呢，标题上色，那其实标题是什么 ？A 到 H1 嘛，啊，做什么事？做两件事，一个是变成黄色的底色，一个是变成红色的字。那你会发现哦，它也写了这么多，但实际上哦，我一般我们在写的时候不用写这么多了。其实这些都可以删掉的，我只要留下什么，留下 A 到 H 的，先把它，要不要继续，先把它取消，我看把它当成注解，这部分的话呢，我可以把这边先把它注解，不过它好像会啊 ，OK， 其实把它删掉好了哈、哦。那实际上哈、哦，如果将来你要加颜色的话，我好像在那个入门班里面有讲过，第一个就是其实只要两行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多行。啊，怎么加哈、哦？第一个就是我的 range A 1到 H 1要做什么？底色变成黄色，对。那如果说呢，底色的话呢，就是这个 range 点什么呢？你就打一个 intro， 打一个 i， 它会自动呢会出现有一个属性叫 intro， 这个属性指的就是我底色的意思啊，哈、哦，底色按个空白键 back 一下，再点什么呢？我要变更它的底下的下面那个 intro 指的是底下的什么呢？颜色，所以你再点 color，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颜色。那颜色部分的话，实际上你如果我以前讲过了，反正你在 VBA 里面，只要想到颜色，你就想到一个函数，叫做什么呢 ？RGB 哦，反正以后当然还有别的方法了，不过后来发现哦，你就记一个就好了，最简单，加颜色。那什么颜色？黄色的话呢，那其实如果你不知道哈，我是已经背很熟了。不过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，点这旁边箭头，其他色彩制定一下。黄色的话是哪一个？哎，你就点黄色，对，切到制定，告诉你答案了，25250了。啊，红色的话呢，就是什么25500嘛，哈 ，OK， 应该知道啊。如果说你要其他颜色，自己在这边找一下啊。找完之后的话呢，再切回到开发人员的地方。你就把颜色填上去，255000刮弧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字的颜色要变更的话呢，其实跟这一行差不多了哈、哦。你就怎样呢？把它，不是把它贴上好了，直接 back 一下，一样的范围，然后只是说后面这个地方不同。哎，这边是点什么？点 font color， 哈、哦、，F O， 哎，有没有？就 font color， 其他都一样。啊，把这个。这个 font color 等于什么呢 ？RGB， 红色的话呢，那就是250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应该比较简单的。不过录下来你会发现，它录一大堆，其实结果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那当然以我的习惯是，录完之后一定不喜欢那么多，然后就把它改一下，改成这样子。啊，最后的话应该就差不多，所以。最后做完之后哦，再执行过了，基本上应该就是会如我们所愿的哦，把它全部执行完啊，上面的标题换个颜色 ，OK， 那就是都一样啊。其他的话，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啊，像这边 True False 啊，也可以做一些变动。那你可以呢，跟哪个地方对照呢？其实可以跟那个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可以做对照啊、有没有？这个在是插入我们 web， 然后再切过来，好，里面的话会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打勾汇入的时候，它会跳出一个内容哈、哦，啊，实际上就是这些啦。当然，如果说你不太确定说这里面的效果是怎么样，你也可以试试看啊。假设哪一个地方不打勾或者打勾，其实它会有不同效果啦。那差异比较多的应该是指的是那个格式部分要不要做套用哈。哦还有名称 class01 OK， 好，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、哦、那另外就是说呢可能之前有同学比较会有需要的，就是说那如果我今天、哦、我要的资料不是就是网络上提供的，
而是我本来就已经有的资料，但是我要做更新。像那个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，比如说像这个范例里面呢 ，Ctrl 向下，它里面有假设可能资料现在477笔啦，哦啊，也许我要增加。那增加的话呢，也许我要从以前的话可能会从那个资料库里面做更新。那不过哈，你会觉得资料库好像还要连线，还要账号密码，很麻烦。那有没有一个方式呢？哎，那是不是说我可不可以哦，把我的资料哈，干脆就放一个地方？像我的习惯哈，我干脆就放云端硬碟里面。云端硬碟里面的话，我就找一个资料夹给它放。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有个 temp， 那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可以把那一个我要更新的资料放在云端上面。那云端上面的话呢，我按个按钮，自动可以从云端抓到资料，帮我更新旧资料。哎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以后等于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档案给别人，他只要哈每一次按更新就可以去更新。可是更新是从哪边更新呢？从我的云端，也就是我云端上面那个 Excel 档案呢，只要更新的话，他的资料也会跟着更新。那等同就是说哈，我把资料库放在我的云端硬碟。但是呢，使用者只有个权限，就是读取的权限。那谁可以修改？你可以修改。OK， 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要怎么做？因为这个地方的话，也是类似像从网络上更新了，不过会需要用到云端的部分了。那请各位先试试看我们刚刚的部分哦。我刚刚的东西呢，大概就是几个重点哦，就是把这个里面加上这一些，好，做一个修改一下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一样的，我也会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画面哦，我把它复制，然后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。